吗？好，各位，我们时间到，我们先来拍个照，好不好？哎，谁给我开 echo 的？我。可恶。今天是我们那个频道会员的那个活动，终于这是第一届比赛，我们办在天龙的这个场，好不好？我们报名人数原本预估是在16人左右，那现在来了12左右。先跟各位讲一下规则哈，上面有个冰果嘛，对不对？上面代表是那个机台的编号，在每一个机台夹住一个就可以盖一个章，盖章盖成一条线，上面就有一些奖品。最后我们也会举前三名，就是连最多线的啊，如果同线的会看格子数谁比较多啊，再一样就猜拳。该准备来比赛了，来倒数计时，我先拿出来一下，开始。哎，各位可以进去夹了，频道会员竞争一个奖品。你那是几号？八号的，对，八号。八号的，好。两个。好，行，谢谢。好。各位，我已经不浪费时间了，我也要开始夹了。好，我要夹十号。18号，我要夹18号，中间的。好，快起来。我夹18号，我不要拿这个没用。我是有战略的哦，我是先夹我的正中间这个。可恶！为什么别人输？我要出货了！哎呀，我算紧张吗？我紧张。完蛋了！我觉得我战略错，我换一下。我反正25已经有了，我19，可是你这样乱夹都连不了一条线，我有点会乱。我错了，太扯了！我怎么这么废？我今天是当废废的。进行上动啊，进行废。哦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要夹角落生物。开壶吧！耶，快出来！为什么还没开壶？出货，盖章，自己盖，这是几号？十号，我刚好25、19都可以连起来，太好了。这个10号我太需要了。哇，这个我会拿手。来，各位，命运的10号枪位。这应该有了吧？哇，对耶，游戏王，大家都在挑简单的打，我就挑这种，我就这样子叛逆。得到六，你现在才8分钟呢，8分钟就一条，谁在那边偷换我的冰果卡？从这里看到各位人性的贪婪，我们是人性实验场。出了。救命啊！我拿到一个这个，我是不是直接？真的？他干嘛？他刚坏掉了，没送硬包了。哎，我看镜头现在在拍着。哎，不行啊，不能这样啊！哎，帮我摆到正前方。正前方啊。主办单位都是我的人，谁要跟我斗？现在在板桥树林群，有了，出货了，盖个章。蒂芬丽丽，欢迎加入。再出，不给人家夹5号。我现在目标16号跟3号，走吧，我们去16号跟3号。店的下方哦，有一个订阅，还有一个加入，你按那个加入就可以。有，这可以，应该吧。现场激动了起来，我快没钱了，我要再换钱。我们袋子有，我们袋子没有。上次阿豹的10万块有分到，有啊，啊，你是不是分到99,000？两倍了。知道，还有，快出货了，终于。盖章，我们16号，那我们去16号。16号。现在倒数剩多久啊？好像知道，我
计算大概是差不多40分钟。好，40分钟，五幺。40，好，四十好准哦，40好准。哎呦，我刚好输过了，盖一下，盖一下，盖一下，现在就乱打一通。什么东西？我觉得你要极致捏宝了。好，好。这样可以了吧？盖上。哎呦！燕霸偷抢。你看，调正。需要会员吗？啊，完了！为什么我的位置都跑到右边了？机会，翻了，出货，翻！16，睡，还有机会哦！吓到了吗？吓到了！跳的，我刚刚出货了，跳的，他已经被我封闭起来了，你没有发现吗？在帮另外的在选手，厉害嘞！厉害哦 ！Yes， 盖真！哦，我正要补这一台，好，给他补。好，可以。能求迟点，你说。好，回来了，机会又来了。这一台就是这种方向最可以出货。捏爆它！捏爆车！出货了！2条了！哇，2条了！哦，这个有啊，指日可待。那个我还没夹过，现在大概剩下30分钟左右。好，够了，够我把全部消灭掉了。来了，过啊！方便。我刚刚简单的时候没有打，现在是我的时间了。啊，有在吗？出货了。我要没了，燕爸再帮我换一切。没问题，袋子里面就有。袋子没有了，就没有了。出货了，自己看。为什么他变少了？谁偷打的？谁趁我不在的时候偷偷打他的？是谁？马上就出来了。前面那个小的有机会吗？小的偷偷硬捞出来，可以。我懂你的想法。哇，球出货了。盖上18号，我应该就中地吧。啊，差一格。我已经会讲了，这台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蠢吧，经过我们的旁边，竟然放了地。他偷放地啊。蠢吧，远你先你。真的假的？怎么要不要换？换冰波卡，换冰波卡是吗？对啊。交换了，哦，你还没发现？我现在缺17号，17号，等一下，17号，你要写名字啊？你有写名字吗？上面有我的名字啊，有吗？在哪里？哪写？注意保洁。啊，保洁了。盖章，我感觉这张被夹很多。对，你可以请天龙德来补货。他估计没有货了吧？需要吗？他应该没有货了。有，行不行？行。这个大没办法。14好。出货了。盖章，11、12号。来，11、12号。左边。11有人了。怎么都有人？12号，打12号。别动啊，12号。哇，出了。太扯了吧！太扯了。哎，先打11号，11号挡好了。铁头买吗？我这可以了，你看。哦，是有。哦。没拍到他的，出货。对，我们这里你看几张，满满的一片。一条。差12号。12号来了。有人差3个全满。差三个全满。他是龙，有一个差两个而已。完蛋了。没有，出货了吧？哎，台主说这个打电话帮你重摆。哎呦，十二，盖一下，这什么一回事？这样子 OK， 打到墙尾边了，可以，绝对没问题。OK 吧，盖章。快出来！感觉是可以吗？
八，没钱了。六，有六。四，八。要投资进去，投进去。二，一，知道。哎，时间到了，通通那个不要动哦。时间到了，哎，各位，时间到了，通通都不要动哦。谁在动的话就作弊喽。你在说耶？谁在动的、啊？我怎么还有听到投币的声音啊？是谁？不可以。好。不可以。好，不行了。好，不行了，各位不能再投了。好，好，最后十块。最后十块应该会错吧？好、啊，算了，各位，啊，没有，算了。先发第三名的奖品啊，这个时代的眼泪，全新的，时代的眼泪，全新的哦。每当看到它，你就会想起夹娃的乐趣。希望你可以这样子，继续奋斗。第二位，哦，第二位这个贵了，哇，这个贵了。麦当，不是麦当。猫头鹰，对不起，肚子饿了。一只可能快2000块。猫头鹰奖可以哈，可以，开心了，谢谢。匿名的那个不要脸的，来这个，哇，这个超级大的，这个是我自己特别哈，你辛苦了是吗？去订的啊，没有啦，是这个海狮，它是那个3D 哇，哇塞，这种给你了好不好？恭喜第一名，好不好？那我们那个有喜欢的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不用来 FBI 去虾皮卖，找到小猫数秒钟。好，拜拜。